有发现，我猜他应该没加二，我觉得他应该没加一环。你看看到没？看到没？我说什么？我说这个号不杀满二十个你赢不了。记住我原话，不杀满二十个赢不了。还敢上来我？杀我！
走不了，走不了，装逼还跑。亏了吧，吃到经验了你兄弟，两分经验。皮法师投来了羡慕的小眼神，飞他一下。我操啊，开了吧，没抓到 fuck you。 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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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开他。干啥？干啥？拉住，拉住，拉住！厉害啊，兄弟！来干掉兄弟！具体一定要具体到一个技能，就会觉得哎，我操，你是个高分玩家，你的想法很缜密。往下，往下，往下，下下下下，往下走。他死了。废了。这死猫游戏体验好差呀！我操，太苦了。呵呵。乐死我了，你死吗？550名，500名应该有7000了。哈哈哈！哎，我妈笑死我了，这皮真的搞笑、啊。应该留得到，这个位应该吃得到。没吃到，没夹了，夹了，夹了。差点被偷鸡套，回家了，回家了，没来了。有有有，也挺好。帮我养，别开，别开，求你别开，好吧？哼，哎，你不开的时候怎么就这么多人啊？还不回家？回家了呀，兄弟。啊，向左走，向左。
来杀你了，气走了。妈的，看到他废了他半天，我差点忘了有天火操。哎，这个愈合剂不是年二那个吗？是年二了吗？打的是抽奖啊！明天还会有抽奖，兄弟们，想抽奖上分的水友可以在中午十二中午左右。差不多早上到中午吧，一般抽奖是早上到中午抽，可以看一下。A 他两下，没事。协议从无所谓，往脸上贴。他压我两炮没关系。开压塔防，我有单独的数字键，就比如说我按一下数字五，我的塔防键就会启动，然后可以让小兵扛塔，这样我冲塔的时候不会被塔打掉小兵。就是打卡尔最喜欢的对手就是这种对手，就是傻了吧唧的死了一次不长记性，然后还要继续死这种。
靠民工三年。有的学友可能说，哎，你他妈你会不会玩卡尔？你玩这么久卡尔，你怎么只会民工三连？就没有见过你打一套五连或者四连 ？CD 太久了，打不起。看一下他装备，他装备上面没有风障，直接打一套完整的三连，他还是死了。冰墙这个东西，我方向是对的，但有点短，这个也可以杀。这个我杀了，没关系，往后拉。杀他！这边主月有。还好他不拉我，我操！他怕我，不怕我我死了，好怕！你如果你不会交，那你不管打开日还是也好，还是打什么位置也好，你是没有资格是往超凡或者冠军上面爬的，你知道吧？有些人上不了，其实就是他是应该上不了，上不了就有问题了。失误这种东西，你像我之前那种，我之前有一把德鲁伊也是把自己的本体拉出来送，但也是蠢。想给你们表演一下什么叫秒子院，就是你有他视野的时候，你子院点到他就是秒子院。啊，我多一些技能。哎，我屌你妈！我屌你妈！这群逼，我操！哎哎。